今天不打扫机场，然后来拍个钓鱼视频。因为之前有网友跟我说，用老三样拉饵，不用那个的，不用加拉丝粉。今天我来试一下。这边水下降了，水位下降了一米多。捡来一个别人扔的盒子啊，这里面有雨水。现在下雨了，那没办法，钓吧。现在钓鱼是钓一次少一次。哇，这鱼又下一大了。其实这个不用说了，你看这个状态就知道，拉不了丝的。哎，有网友说我拉丝粉加多，其实拉丝粉不加多不行，不加多，它没有复钩性，拉不住丝。好，上面 ，OK， 这鱼有点越下越大的架势，今天拉丝粉状态做的一般。不行，雨太大了，我移到那上面去。这边没办法，那边也负责，下雨撑着伞在那儿钓。哇，今天好钓啊！我才来就下大雨啊！这鲫鱼扎堆吗？鱼在吃头。哎哎哎，中了！这家伙太馋嘴了，又来，哦，昂刺呀！先把它放鱼护里面，最后再把它放掉。一条超级小的黄拉丁，我们这叫昂刺，但是这两个字打不出来，所以一般都叫黄拉丁或者昂刺。来啊！又来，哦鱼，这个我们叫，这家我们叫黄布龙吧。这鱼其实很好吃的，喏，有鱼就行，你要吃就好。好，还在，哦哟，昂刺呀。千万别吞钩，最讨厌的就是这玩意儿。吞钩了钩子就废了。接口来了，哦，这个小肉才可以。